中共隐瞒中共病毒疫情及源头的信息，导致全球大流行。近期再度爆发出假疫苗的丑闻。据报道，中国出现了生理盐水假疫苗，而多半已经流向国外。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二月订阅 Patreon 收睇本节目。订阅的方式如下：进入 patreon.com/appletimeshk 或者扫描 QR 码进入网站，向下拉荧幕，点选这个按钮，出现更多的选项，选择你要支持的节目按装，输入信用卡资料或者是 PayPal 账号，就可以顺利订阅啦。订阅 Patreon 香港大纪元，每月$30，就可以收看频道所有影片，包括石山、瑞秋、珍姐、Zack 和雪儿的节目。